2018中国的东盟国际汽车拉力赛 CAITA 将于10月31日至11月18日重燃新赛季战火。本项赛事已成功举办11届，即将开启第12届新征程。这是一项极竞技性和趣味性于一身的拉力赛，将选择中心互联互通南下通道作为本次赛事线路。山地越野卡丁车赛收车仪式线路为国内四省甘肃、重庆、贵州、广西，国外5个国家越南、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两个赛段总航程约6000公里，历时20天，期间将开展集结赛、定速赛、场地赛等多样的竞赛活动，沿途还将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创新线路南下通道加丝绸之路届时，来自中国和东盟10国的80余名车手和媒体车手将用车轮丈量整个南下通道版图，展开一场激情的友谊之旅。车队亮眼集结赛之日，主办方正式向社会公开招募赛事车手，具体招募事宜如下。比赛时间2018年10月31日至11月18日，比赛线路兰州到西安到重庆到贵阳南宁越南到老挝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比赛形式集结赛、定速赛、卡丁车赛。比赛规则将参照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相关竞赛规则执行。参赛资格：一、车手报名，车手报名必须年满20岁，车手和领航员均需持有有效的所在国驾驶执照，必须持有合法牌照，驾龄在2年以上。二、参赛车辆报名，参赛车辆由报名者自带，具有报名资格的车辆为四轮驱动、座位数不超过7个的轻型越野车，车辆年限在5年以内。关于报名：一、报名期限2018年8月8日起至2018年9月8日止，周一至周五北京时间上午8:30、11:30、下午15:00到17:30。二、注意事项：本次赛事为限额报名，报名者必须在报名截止日前填写完整的正式报名表格，并交齐全部费用。缴纳相应的报名费后，方视为有效报名。如果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报名，原始的正式表格必须在报名截止后7天内寄到指定地址，反之则视为报名无效。三、报名地址及联系人地址：广西南宁江南区清光大道3-3号欧亚梦都巴楼，中国大东盟拉力赛组委会办公室，邮电53003幺，联系人曲小姐、陈小姐，电子邮箱地址 carallyatgmail.com， 手机加86186771866，加86150788867，电话86771482311，传真加86771484431，转载自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官方网站。